开。好了，你去开好了。好好好，我来。我有700块，其实我也可以开。我有4000块，我来开。好，你开。走吧，回村庄。好，你们回村庄。我们等人开。等他回村庄喽。可能应该听不懂我开点什么意思吧？开鸟点，就开鸟点啊。就对，点羽毛的时候可以随，它有几个点让你可以飞，可是你要花钱，直接花100块飞过去。汉化是巴哈装的吗？哎，你汉化是哪里的？就你直接打游戏的英文，然后打汉化就有就找得到了。哦，因为我是直接 Google 搜寻就有了。睡醒之后他们给我的。Google 搜寻就有了。嗯，直接打汉化。的鸟点啊，哇！你看那几个家呢？鸟可以飞过去，然后那附近完全没有哎、欸，它刚好在中间呢、欸。真的、欸？嗯，看到了。好，我飞这个，等我哈。好，嗯，然后你飞这个，看到了。有鸟点，飞四点。那我要把。等一下要把马叫出来。还没，一起飞，还没。我怎么不等我？你在半空中飞，怎么不等我？耶、yeah, ，我到了。这人怎么那么急？我们一起跑。我来营地这边，可是没看到鸟点啊。等一下，营地，你在哪里啊？我还在刚刚你们那边啊。我们已经回家了、欸，哎。回避。对啊，我就想要怎么回家。那、你打开 N， 对啊，我们村庄旁边的蓝点。我坠机啦！哇，团团的岛真的是很漂亮，可以直接这样传也、欸、太夸张了吧？哦妈，对，可以直接这样传，很棒吗？夸张！哎、欸，准备可以飞喽，到附近了。嗯，哎、欸，不，这里好几匹马、欸欸。对啊，我看到哈蒂摸那个飞行大师的头，你想干嘛？他是摸鸟，摸到人家妹妹的头。哎呦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有问题哦。我飞行大师的鸟摸到人家自己的鸟，你摸你自己鸟头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鸟的头总比……好，没事。乌龟的好嘛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你们到了吗？还没。快了，纪念碑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好。旁边有大苍蝇，是在纪念碑上面吗？不会在顶，没有，在下面。真的哈、哦，哎、欸，找到，在我这，耶耶，可以骑了，可以骑马了，有坐骑了，耶、yeah! ！啊，所以我要飞去哪？你看到我们的人头，点一下，没有，已经到了。嗯，我们好快哦，纪念碑，为什么？一样吧。有拿缰绳吗？有。有。哎，对。然后你在你的宠物旁边按 T 就可以骑宠了。嗯。哎呀，骑兔兔。我的虫虫。我的虫虫，来，让我坐坐。我要骑乌鸦。跑跑卡丁车。嘿，跑跑卡丁车。哦，好帅。乌鸦好像真的很慢呢、欸。好慢的啦，慢吞吞，跟我那只一样啊，跟我那只怪物一样。我要骑兔兔，兔兔比较快。从、欸、莫名其妙蛮快的。发现知道为什么好慢哦？乌鸦了吧？苍蝇骑兔，哎、欸，你的苍蝇在骑士。哎、欸，兔兔会越走越快、欸，感觉。他把你顶着、欸。我知道乌鸦很烂啊，所以我要送出去啊。你怎么不懂？这不可以丢掉吗？可以 啊，中箭啊，又扔掉啊，拜拜，舍不得丢掉，我们真找丢掉了，你要丢掉，被扔养，你看他就这种，养宠物养大之后就想要扔了，不可爱了，被弃养了，好了，不行，乌鸦啵啵，乌鸦啵啵，放生要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放笼子出去这样子，啊、再来嘞，有啊，我们有捕杀繁星啊，我啊。啊，是不是繁星？接下来的话，只好没有任何的情报了。我有一个情报是三星的树林，打看看吗？我看到二星的那个祭坛、欸、就是铁锤的。好，那走，二星铁锤。哎，那附近有没有那个啊？女生店啊？
这附近吗？我看一下，这附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二星的小矮人呢、欸。好啊，二星小矮人也可以。对，二星小矮人。哎、欸，旁边有村庄啊。这是旁边吗？旁边有村庄哎、欸。在哪里？哪里啊？对，就在我们旁边那边附近而已。我跟你走，我先跑过去。跟你走。哦，柯基是跑比较快啊！泡泡糖，好、哦、有了，泡泡糖，哦，辣椒还能辣椒，抓过了，抓过了，抓过了。繁星，繁星，甲虫跑比较快，真假的？你有越来越靠近你了，就上我吗？我越来越靠近你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假的？哎、欸，马好慢哦，马好慢哦。哎、欸，大狗狗哎、欸，要打吗？要抓吗？我们先打不了，先打不了。我现在没有那把，至少没有，我没有旋转那个。旁边是什么在打击啊？哎、欸，我要抓这只，我要抓这只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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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双足鸟，双足鸟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应该是平原行者吧？哎、欸哦，不要引走、哦，我的天，你吃这个吗？要吃、欸？拿什么喂它？巧克力。哦，这个应该很快吧？我印象中。哦，我要骑，我要骑骑看，骑看看。被石化了，好像蛮快的。有吗？你还追得上吗？差不多，其实速度差不多，跟你那只一样。好。欸，坏消息。哒哒哒哒哒，石化了。这个人都被石化了。好，又石化了。再找吧。那附近呗，你要点。我先点吧，看一下。看看。好像没有看到女神点。没看到哎、欸。嗯，这一哦不是，耶、yeah. 嗯，女神点，嗯，没有注意，然后都好远呢，这边都被弄住了，都被石化了，他们被石化了，我们要找其他线索才能帮他解锁。我们下午玩的就是石化的点，哦、嗯，啊、好了，我今天去小矮人那边，好。好，先回去。亡灵法师没有哎、欸。嗯，哪里有女神点呢？没有哎、欸。我花个100块飞到小矮人啊。他小哦。没有，我在射暗刀，暗刀弓箭。哦，你要换你的职业的话，在这边。有，他有问我要不要换另一个。刚刚有问过了，在上个村庄。嗯，哎，这次也没有被石化吗？冲啊！哦、被石化了。影月在哪里嘞？还是欧瑞？比较喜欢章鱼，我也想要抓章鱼，找不到，找不到他的东西。没有冰块啊，都被石化啊，就随机掉的东西啊。有没有知道冰块哪边打比较容易掉啊？冰棒、冰冷冻库、冷冻库挖吗？对，冷冻库挖。哎。二星小矮人旁边就有鸟点可以飞过去，我先过去。鸡耶、欸，我到鸡了。咦，你要吃这个吗？你要吃这个吗？鸡是哪一个？谷物棒。哦，谷物棒，你有啊？黑棋小，黑棋你嘛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会抓你。超慢，鸡跟乌鸦一样慢。我要追鸡。那鸡拿来干嘛？拿来卖萌的。我到附近了，可以穿过了。好。啊、嗯。到了。章鱼能远程攻击，它章鱼是可以补血。章鱼是捕食啊。它可以帮玩家补血，没错。它是边打边补。它就是它的唾液会在地上，那个地上的唾液可以让我们补血。就是吐口水在地板上，我们踩手就哦舒服，就不行。为什么不能点陨月的头啊？啊，因为你要在鸟旁边的可以点那个陨月的头。啊，石化鸟也没关系吗？石化鸟不行啊，它、欸、干嘛？它不让你攻击，因为它鸟石化，它没法载你啊。那我想一下，我要先飞到另一个村庄，另一个村庄。原本那个村庄和那个鸟是正常。不喜欢它，它、嗯。跑上去，呦呼！飞喽！感觉在山上，你们飞下来的时候直接飞山顶，然后就死了。
我也爬上来了啦。嗯，我看到，喂，哎、欸、靠！哦、啊，死掉了吗？按到一了吗？对。哎、欸，爸爸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山顶。他一直叫，他一直说救命，可是他附近没有敌人。该不会全部都章鱼，然后在底下是吗？感觉是下面有木乃伊吧？因为我看到下面有怪啊，下面有怪，下面有怪。他底下有木乃伊，下面有骷髅，下面有骷髅。啊！魔方世界，宠物世界，对，这是像宠物世界、啊。玩到后面就会抓虫，是要飞到这里、啊欸、我这只鸟好奇怪哦，它会自己乱走哎、欸，自己乱走，对啊，它有自我意识。你看我吹顶都不回来，不要不要叫你，我要怎么救？我们没办法救它。射他没有用，他就不要，就是感觉是。还有吗？你这你刚刚打了很多雷梦，我是这是第一只，我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，找下面。狗掉下去了，嗯，狗狗没事。你要打什么？哦，底下还有，就山附近的怪物，山附近的怪物可能要打一下，因为就是旁边是二星的小矮人，我们要解救小矮人，然后打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下去都没事啊？我是法师啊。就在跳嗯、下来就慢慢是慢慢摔啊，慢慢摔。哦，哦，用攀爬的。攀爬有体力。嗯，找看附近吧，因为矮人被锁住，附近要是在附近的怪物上。你是说打骷髅人吗？对不对？对，骷髅人，附近骷髅人。哎呦，甲虫真的好快。看到哎、欸，我这里哦。骷髅应该有一只比较大只的才对啊，等下会出现吧？它有时候会是没有哎、欸，它就是一起出来的啊，我们要找。哦，在哪里？没有看到。找看有没有比较大只的，因为我看到是小只的。嗯，我过来救齐。哦呢？没有了。嘿，那钥匙在谁那里？那上面看，再回去上面看一下吧。哦，有人说到章鱼喜欢的东西，羊头会掉。啊，是这样哦。羊头会掉。哦，他、啊、玩羊头，你完蛋啦、啊！看到羊头就扁啦、啊。可惜啊、欸，也有可能，因为我们都没在打羊头。嗯，这里有不死族哎、欸，讲一下话好了。哎、欸，如果你一上去，那个血条是红色，那是主动怪哦。嗯，不要傻傻就直接怎么死都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小矮人不见了？小矮人在山顶啊，救完了吗？他们在锅子里面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他跳出来了，结束了、嗯。太快了吧！跳出来了，在哪里？我看到在第二层。我什么都没抓就好了。他有说好了吗？来，我问他，我哎、欸，结束了，白痴哦、喔，太可惜，白痴哦、喔。我们做了什么、啊？只要打完就好，打完旁边骷髅就好了。来，我这，来，我这，上不足，等一下。好、啊，所以刚那几只小小的骷髅就打赢就没了。对对。我的妈！啊！接下来，那帽子，他的鞋子。你帮助了地精，这个好难爬。哎呦！拿到了鞋子，团团，团团家是不是附近有羊驼？有啊，刚刚没有羊驼啊。村庄家附近吗？哎，我怎么又拿到木工啊？对，拿到武器很好了，我都拿到鞋子。他一直给我武器，武器很猛哎、欸。可是我现在装备都很烂。羊驼，然后我看到。我有看到鸟点，大家要不要一起来点一下？好啊，好啊对回来，我看到了，在另外一边嘛，对对对，在河的对面。河？你在哪里？看小地图，那个南西边。我看不到你，在哪里？正西边、嗯。我隐形了，你看不到我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你在那里？这个哦，你的头被小矮人挡住了，像是什么？蝙蝠欸、没看到你的头。蝙蝠是吃蝙蝠在哪？蝙蝠吃芒果啊。
防火之马。对啊。在你那吗？对，在我这兒。好，我来了。还很多，真的很多。弟弟对，你。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我摔下来。哦，这里有口水怪。不要，不要，我快死了！不要打我。游泳。不要打我。果汁。蝙蝠有够慢。蝙蝠要不要吃？现在情报不足。不知道去哪里。好哦。二重奏。走喽。看一下村庄那。哎、欸，蝙蝠飞起来是哪招？我的蝙蝠飞起来了。蝙蝠起来有啊，他飞完。哇，回力镖也蛮帅的。哦，回力镖是那种会持续伤害。对啊，感觉很酷。走喽。石头人，就抓一大堆石头人，有英文。哎、欸，下面有一些人可以讲话，不死猪。你好，你们有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的宠物人。亡灵很危险哦。好，我很危险。你好。前情报。哦，哦有，魔力合成书。什么？哦，就是那个吧。情报。那个一星锤吗？一星铁锤，一星铁锤，一星铁锤，走，在我们对面的河岸边，经过那个我们刚刚救的小矮人的对面的岸边，对，走吧，还是回去飞鸟点，开鸟点飞过去比较快，有钱就是任性，好，我回去。哎，你们知道宠物怎么改名字吗？宠物可以改名字吗？可以啊，我记得我翻到。不会，我左右键都不行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斜线 N A M E， 这样我打在地上。兔兔卡住了。其实我用跑的，哎、欸，你们飞回家，然后用跑的，好像不行，还是好远。我看一下附近有没有鸟点可以飞。嗯。哎、欸，一星，哦，一星铁锤，对啊，一星铁锤啊，打怪。哦，对啊，简体中文找到汉化了。嗯，白痴哦，还不能改。哦，好玩。村民在我们家这个村庄，村民都没给什么重要讯息。嗯，没梦有喂、欸，能不能改中文啊？哦，进了。哎、欸，超像。走喽。他吃东西也好可爱啊。我爬到这边了，可是。